我可以啊，因为我没婆婆呀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可是我有啊。哎呀，就这么着就把闺女嫁出去了。怎么着，你不满意啊？啊，虽说从他出生那天开始我就知道肯定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是啊，这一天真的来了，心里还挺难过的。瞧瞧你，女大不中留，你再留啊就留出一个怨家来。哎呦，不是，再说了，这他又不用去山东了，这不是好事儿？就是，啥不用去山东啊？那不还得回去办婚礼吗？一想到我闺女这背井离乡的跑那么老远，我这心里不落忍。哎，你不会弄词儿，你就别瞎往上安，行不行啊？什么叫背井离乡啊？还逃难呢？还不是你说这结婚了，人男方搞一婚礼，这不应该的，他不应该去啊？应该是应该，可他家那是啥地儿啊？鸟都不拉屎的地儿，你没听说了吗？倒车倒车再倒拖拉机。我闺女到那儿不得受罪呀？干嘛去？一会儿还过河了呢。哎呦，瞧，也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哎呦，俺不是舍不得你。不是，不就结个婚吗？又不是刘胡兰面对铡刀，瞧你上战场了，那是。就是啊，你再哭我也哭了。你这之后，你每天都能看见我。那我每天再看见你，那不是我闺女，那是别人的媳妇儿了。哎呀，我现在还想你小时候的样呢，每天受了欺负回来，妈呀妈呀的，妈还得给你做主呢。哎呦，一家之主，以后永远永远都是你做主啊。那做不了主了，一出嫁妈就退居二线了。以后啊，好好跟人过日子啊。结婚之前吧，你可以挑挑拣拣的，这结了婚，别跟人吵架了。知道。哎，这个死秃钉他要敢欺负你，你告诉妈，妈抽他。那必须的。闺女倒是茶就是香。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个人，即使你不懂我伤有多深，伤有多深。啊，没唱助兴呢。什么意思你？哎，我们可是冲着你定的位啊！你现在才来，你怎么着？你想让我们姐妹集体把你拉黑名单呢？就是啊！别！我这不赶来跟您父亲请罪来了吗？还差不多。哇！哟，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酒啊？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是我们本店最新推出“宝贝儿睡三天”。就知道了。来吧，咱俩干一个。好，对，跟他干一个。干杯。走着。明天还有事儿呢。有事儿。事儿。
昨天晚上没干什么吧？ 2:13。毁了，全毁了！什么毁了？我姐的婚礼。啊，你姐今天结婚啊？你们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开手机？出事了吗？半个小时之内回家给我解释清楚，混蛋！秃顶。 你这个时候关机呀你！车钥匙！你开车了？我什么都不记得了。我说我不喝，你偏让我喝，现在可好？
回头再跟你解释，我姐呢？在里边呢，都快急死了，你赶紧的吧。啊啊、范文，范亮，哎，你是不是看我不守寡，你不舒服啊你？姐，你别生气，姐，那什么，你听我说，那什么，图钉人呢？不是啊，对，图钉呢？起来了，哥们儿！哎，哥们儿，怎么睡这儿了？喝多了吧？快起来了，快起来了！坏了！人呢？不是，姐，你别急呀，啊！你让我别急，我几十个亲戚朋友现在全走了，你让我别急。我所有的同事以为我在这儿办离婚典礼呢，你现在让我别急，我这辈子没这么救过人。范文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婉儿，对不起，范文，你别动啊，不是，范文，你听我给你解释，你过来，徒弟儿，咱俩今天结婚你没来，是，但是咱俩现在已经是夫妻了，明天离婚吧！哎，别，婉儿，回来！你不拽你姐，你拽我干什么？你闭嘴！图钉，你让我说你什么好？昨天下午我怎么跟你说的啊？是，咱们是说好了，不是问你，我一到那儿我不就高兴吗？你高兴你就高兴吧，你高兴，等我姐真的跟你离婚了，你就彻底高兴了。不，亮子，你也知道我跟你姐结婚不容易，你得帮我这忙啊，亮子。一群疯子，到那儿我就后悔了，一杯接一杯，跟不要钱似的。就我们要走吧，死乞白赖不让我们走啊！离婚是我给办的，但那也是老同学见面呢，那好面的惯我干嘛呢？就是我跟你说，我去了以后我才发现，就没见过女的喝酒那没起子的，你知道吗？这一杯接一杯，一会儿就跟饭量，非得要跟饭量喝。哎，这饭量说不行，我说回去没法跟老婆交代。他们那帮同学，那帮姐们就说了，说你是个老爷们儿，还东北老爷们儿呢，你怎么那么怕媳妇儿呢？你媳妇儿怎么会爱上你这么一男人呢？当时我一听我就不高兴了，我都嫁到范家了，对不对？我生是范家的人，我死是范家的死人，我站出来我得给范家出口气啊！我就说。都别冲他来，他回去得跟老婆交代。我说我媳妇儿通情达理，我来，都向我开炮，后来他们，后来怎么着？你说呀。然后我就断片了。哎，就断了。你脑子不好使啊你？啊，他让你干嘛？他让你喝你就喝，他让你死你死去吗？行了，这人都来了，就算了吧啊，别较劲了。婉儿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我脸皮就够厚的了。我都扛不住，我爸妈疯了，他们。我真错了，我到时候跟爸妈说，我承认错误啊。爸，喂，范亮，赶快给我回来！爸，
妈人呢？爸，到底怎么了？我妈人呢？啊！分量，你什么意思？你是？不是，爸。爸，我没什么意思，到底怎么了？您说句话呀，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哎呀，这谁呀？我吓死我了！哎，妈妈，啊，你等会儿啊，你这。谁啊？叫妈的。喂，妈妈。嗨，是我亮子。哎呀，你在哪儿呢，亮子？那么晚了还不回家呀？妈妈，我想你了。想你。喝了吧你啊，这大半夜的说这干啥？没喝酒，没喝多，不容易，妈妈你不容易啊。没有你，咱们家就垮了。我跟你说，妈妈，我今天特别高兴。明天我姐就要结婚了，我非常开心。同时，我也替你开心，因为我爸爸太爱你了，真的爱你。要不然他早就娶那个王美娜了。王美娜？就是你说人家是小狐狸精那个。我今天我喝酒了。说的都是实话，他不是小狐狸精，跟我爸爸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妈妈，你相信我。妈妈，还记不记得咱们照婚纱照的地方？那就是王美娜开的，人家免费给咱们弄的。免费了，你怎么跟我说呢？我跟你说，我爸爸很爱你，他和王美娜就是师徒。不要再说我爸爸了，我特别希望你们两个人。和和美美的，范亮，你爸爸怎么得罪你了？啊，你没事打这个电话？不是，爸，我，你听我解释，我解释什么啊？我跟王美娜到底什么关系？你不是清楚吗？我清楚。你清楚个屁！爸，亮子昨天晚上他喝醉了，估计他不是故意的。你喝死你！你喝着你就找不着北了，你。爸，不是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。那个，您别生气，但我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。那你就记住什么？你不是啊，爸，您别生气行吗？爸，您别生气行吗？那你记住什么呀？爸，你别生气行吗？我知道我错了，您消消气儿。现在关键是我妈到哪儿去了？妈，我从婚礼出来我就没见着她。我今天可担心，我就怕我妈再出什么事儿，可怎么办呢？你说。妈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老婆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咱回家吧，啊？回家啊？你不嫌丢人，我还嫌丢人呢。不是，那咱不回家，咱怎么办呀？咱也不能睡马路上啊。回山东吧。啊？度蜜月去。不是，哎，反正不管去哪儿了，不能回家。啊，亲戚朋友都以为我这辈子嫁不出去了。好，这回终于嫁出去了。新郎没来，我怎么跟人解释啊？那咱要走的话，你说我好不容易结一婚，咱这不是又成私奔了吗？什么叫私奔啊？这，哎，你爸是不是说过让咱回老家也办一场婚礼，让你们家亲戚都看看我？对，是这么说来着。我就问您一件事儿：回山东办婚礼，新郎能出席吗？老婆，我对你发誓，以后我再也不离开你半步了。那咱什么时候走？事不宜迟，马上就走。哎，路上我再跟你算账。哎，行了，老婆，哎呀。别的先不说，范姐，我就问你，你为啥能把这件事瞒我瞒那么长时间呢？身正不怕影子歪，我什么事儿都没干，跟你说得着吗？哎呀，看见了没有？你还有理了啊？要不是昨天晚上亮子给我打电话，我这辈子我都得蒙在鼓里啊！我，哎呀，妈，爸真的什么事儿都没干过，我可以给爸作证。行了，俏俏，你还跟妈一条心呢？你跟他们合起伙来骗妈，你这孩子。是，不是你怎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说我干了哪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了？我就是因为相信你，我就是因为太相信你了，我才像个大傻子似的让你们合起伙来蒙我。你知道欺骗是什么吗？欺骗是最大的犯罪。妈，那什么，妈，你听我说句行不行？那个，我用我人格担保，
我爸和王美娜之间真的什么都没有。啥事儿都没有，你昨晚说那么多。哎呀妈，我不是喝多了吗？我真的都忘了。你说妈你别生气。妈我发誓，妈我要是骗您的话，我让雷把我给劈了，我出门要是给压死。妈没告诉您不是怕您担心，怕您生气，怕您自己给自己添堵吗？我爸您还不了解吗？你说他借他俩胆他也不敢呢。说少了，你就借我仨胆我也不敢。我不跟你俩说，俏俏，妈信你的啊，你说有这事儿就有，说没有就没有。妈，我也给您发誓，我爸绝对没什么事儿，要不然的话我也天打雷劈。行吧，这事儿呢还算个小事儿，先搁一边放着，回头再找你算账。咱现在说说大事儿啊，樊亮，坐这儿来。过去这，你昨天把个图钉拐带到哪儿去了？喝成这样，今天这么大事儿都耽误了。对对对，你说，你还顺回来跟我解释的。你昨天给你发那么多信息，打那么电话，你都没接，干啥去了？事儿啊？说呀，你上哪儿去？你说话呀！在哪儿喝的酒？说，不，你这有谱没谱啊？啊，第二天要结婚呢。那个妈，我回来再跟你解释啊，我得取车去。你车放哪儿了？那个，我放单位了，不是，我借图钉了。哎呀，不可能！哎呀，让人给偷了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回来给你们解释吧。哎呦，我说师傅，啊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。昨天晚上叫代驾的就是我，你就把车钥匙给我就完了。你给我，哎，别，这钥匙不能给你呀，我得等我兄弟呀，这车是我兄弟的呀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死心眼儿啊？珊珊，珊珊，哎呦，兄弟，哎呀，我可见着你了。不是，你是谁啊？我是大兵啊。大兵啊，你大哥，你逗死我了！你这不说相声去呢？你不说相声糟践了，大哥。我不能说相声，我一说相声，郭德纲该代驾了。你不是你得告诉我们，你大哥你贵姓啊？嘛贵姓啊？我叫大兵。啊，大兵，大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哥俩就是你兄弟，你就是我们亲哥哥，咱们就算结拜了。结拜，对，结拜啊，愿意结拜，愿意结拜。哎，大哥，快去，花钱吧，受不了，不是结拜，不住您了啊。那行，大哥，结拜完了，再见，拜。我说，那个嘛，得给哥哥那代驾费结了呀。结拜，结。不是结拜，快起来！是代驾费。不是，不能再要你钱了。谁给谁钱？你们得给我钱。你都是我们大哥了，你再提钱，远了呀。再远，俗，不能提钱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叫嘛话呢？这车你拿走。开走！不行，这车我不能要，拿着。不，大哥，宝，哥俩这样，你们先，你赶紧歇着。回头啊，明儿一大早，我就把这车给你们哥俩送回来，你看行不行？送什么？开走！别送，不要了，小心，俩皮皮虾，慢点。大哥，我怎么走？别送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哟，咱能少一个？哎，大哥，不好意思，这车还一个呢，我这
车都送你，人都不能再送了。哎，真是！下车，下车，快点走！哎，走回去，走，哥哥，哥哥你慢走。啊？是喝多了。想起来了吧？啊，昨儿喝太多了。嗯，走路都打晃了。对对对，以后少喝点酒。哎啊，哎，酒喝多了呀，就得麻烦别人。哎，关键是对你这身体不好啊。哎，兄弟，赶紧拿着，把车还你了。哎，好嘞，那谢谢大哥啊，那给您添麻烦了。哎，甭客气，走吧。哎，别介，兄弟，你得把那代驾费给我结了呀。哎呀，哎呀，你看我这脑袋，对对对对对，对不起，那个一共是多少钱啊？200块钱。200是吧？是，我给您300。哎，不不不，给您300，拿着拿着。哎，不是您，就收200。你看那个，那有机会咱们去一起吃饭，好不好？行，有机会咱一块儿坐。好嘞好嘞，回见兄弟啊！哎，谢谢您谢谢您。哎，有机会请您吃饭啊！哎，甭客气，别。那什么，你送我去趟国贸吧，啊？啊？走吧。不是，我这。开车吧。珊珊，昨晚上还想昨晚那事儿呢？能不想吗？那肯定得想啊，咱们总不能不清不楚的吧？咱们得弄清楚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了。咱俩要不就说不清楚了。哼，要我说呀，不清楚就不清楚得了。那能行吗，珊珊？你说咱俩要是不清楚的话，我回去我就不清楚，我回去不清楚我就全不清楚了，所以一定要把这不清楚一定要弄清楚。不是那什么珊珊，哎，我说你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就是什么呢？咱俩昨天晚上到底有没有？有什么呀？有你，哎，我们没让你负责任，你怕什么呀？不是，这不是负不负责任的问题，这是一个原则问题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昨晚上喝那么多酒，我现在头还疼呢。你总得让我想几天吧，想几天我就告诉你。一定没事儿，我范亮一直把蒋珊珊当哥们儿看，肯定没有事。还不说你这人行不行啊你？哎，过两天我想起来我就打电话告诉你，行了吧？别纠结了啊。好。不是，我这真的没联系了，天地良心！你早跟我说，我误会个屁呀、啊！我行行行，这不是没经验吗？下回啊，我再跟他见，我先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还见啊？还见啊？对，不见不见不见了！你要敢再见，我咬死你！对对。来来来，谁呀？喂，喂。饭碗儿，你在哪儿呢？这是，我跟徒弟回山东了，我们先不回来了，还没到呢，先给你打一电话。哎，哎，等会儿妈，怎么不走了，师傅？车坏了。哎妈，不，我说我跟徒弟，我们两个回山东了。他和徒弟回山东了。你说你这个怂孩子，你走你也不告诉你爸你妈一声啊？不是，还没到呢，我就不是怕你担心吗？我先给你打一电话。行吧，那反正现在走也走了，那你就路上注意安全吧。不就办完婚礼就回来了吗？不，饭碗，我告诉你，到那边你谁都别怕啊。要是有人敢欺负你，你给妈打个电话，妈立刻就冲过去。你放心吧，妈，我现在确实回不去，太丢人了。我过些日子吧，我等大家把这事儿忘得差不多了，我就回去。你放心吧啊！行啊，那你们俩一路上慢点啊，他那不好走。不，你把电话给徒弟。你等会儿，我妈找你。啊？喂，喂，妈，妈，徒弟啊。哎。小婉可就交给你了啊，你得把她照顾好了，听见没有？哎，您放心，您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婉儿，您放心吧。行吧。
那行，你们俩注意安全啊。哎，你的事儿回来妈再给你算账。哎，行了。大爷，咱什么时候能修好啊？没谱。没谱。山的那边，海的那边，有一个蓝精灵。哦，可爱的蓝精灵。来吧。来了来了来了，那么着急？你不去二姑妈他们家了吗？怎么那么快就回来了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来了？师傅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哎，我挺好的。哎，你怎么来了你？喂。哎，王姐是吧？哎，王姐。你谁呀？我，是我，我是范建国的女婿。什么事儿啊？你打给我。我刚跟范婉。就您师妹，我们刚在您那儿照了一套婚纱照，那小楼是您的吧？您好啊，您师傅啊，您师娘，刚在您那儿也拍了一套婚纱照，不是？您给免的费，咱不是外人，您至少给我们打一五折，不是？您三折，对，您得打一三折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听谁说的？饭店跟我说的呀，您瞧，您师傅在家老脾气，您就这点儿，这几年了。我岳父，我就是您师傅，跟您师娘，那还在家，现在还因为您这事还在家呢，热闹一锅粥，一锅粥。我跟你说，范建国，你今天必须得给我说清楚。跟你说什么？我不是说什么？你得说这么些年你怎么背着我跟王美娜来来往往的。我不是都跟你说明白了吗？你说明白什么了？给我！哎，给我管住！你干嘛？事情就是这样啊，不信你看看这电话号码，啊，再看看这个时间，你两个小王八蛋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？不是，那你说我要这么做，那不等于服软了吗？服软咋了呀？哎呀，合着这一早上我白跟你说了。你要想好好过日子，你就得这么干。但那问题是根本就不是我的错，对吧？哎呀，嫂子，是不是你的错？那也不是我哥的错啊。我哥这人三脚踹不出一个屁来，他跟王美娜绝对没那么回事儿。这么多年来，我啥事儿我瞒过你吗？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。得了，你说你这人，你就有的时候太多疑了。呀呀呀，我多疑吗？我多疑吗？多疑吗？你把那妈去了。不是，那你啥意思啊？你得这么想，现在你闺女都去了山东了，过不了多长时间，你儿子带着儿媳妇也得搬出去住，就剩你们老两口了。一早上起来，对着个苦瓜脸，你高兴啊？你乐意啊？不，那咋办？你说。这人都说了，捉奸捉双，你是捉到双了？那倒没有。我还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你要冤枉我哥，我可不干。哎呀，我这更年期是不是过得长了点儿啊？是，真是。不行，这个点儿，我那老婆子马上就回来了，就我。咱们赶快，我给你找个地儿安顿一下啊！可不是呗，我可不想背那黑锅，赶快走。回头我带你小王八蛋找你赔礼道歉去。好，回来了。
快，快躲起来！你看这门锁越来越不好使了，都是你哥。我哥咋了？我哥多好啊，天天怨我哥，这人不知足。快行，我不管。哎呀，耀哥，在家呢。看，嫂子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。哎呦，是吧？蒜苗，你不要吃蒜苗炒鸡蛋吗？嘿嘿，好了。哎呦，干什么去？干什么去？我换衣服，挡我干啥呀？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哎呀，我去趟洗手间。别，赶快洗菜，我饿死了啊！饿了，哥。那行行行，我赶快啊。嗯。小偷！小偷！哥，小偷！小偷！哥，小偷！师娘，早。王美呢？添乱了好不好啊？我捣什么乱了？我添什么乱了？我这会儿才想起来，为什么那天晚上你给我打电话啊？你不让我告诉嫂子你跟王美娜的事儿，你还让咱俩串供，我真以为你没什么事儿。你哎呀，你真给咱老潘的脸上抹黑了。呦，你听我解释一下好吗？我和我师父之间任何其他的关系都没有的，捉奸捉双。你还说我没有你，我哥这么好的男人能犯这样的错误吗？你啊，之间真没什么。让我说一句好不好？哎呀，捉奸捉双啊！你给我闭嘴！要是因为你还想说话，我不管你。别说了，听我说一句。他是范亮跟徒弟打电话给叫来的，不信你们问去。对呀，不信你们问问去，他们叫我来的。徒弟徒双，你还说？不是，那个咱们再捋一下，您说徒弟拿我的手机给您打了个电话。你自己手机拨没拨过电话，你不知道啊？就是啊，你再看看，你看看。你确定？什么确定啊？我给你看通话记录，来看，2:30，这不就你电话？这是不是你电话？是，不是，可是为什么徒弟拿我电话给您打呀？对呀，我还想问你呢，冤枉人呢。那个。胡婷，他跟你说什么了？说什么？说咱们都是一家人了，你们俩这段关系，我们这……哎，不说了。说，有什么你都说出来。说，他早就知道咱们师徒之间的特殊关系了，你们全家人全都接受了。你说我能背着黑锅吗？是不是啊？我就赶快给师傅打电话呀！啊，我打电话。哎，一拨好，没人接，要么就断线，要么就无法接通。你说我着不着急？是不是啊？我急得我半夜我这翻来覆去睡不着觉。我这一着急，这早上打了个飞的，这不就过来，就来你们家了吗？你俩要真没啥事儿，这光天化日的，有什么可躲的呀？这就是啊，我有啥可躲的呀？我干什么要躲呢？我那边害怕师娘，哎呀，怕她生气呗。那个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走了啊。不用了，你留下，我走。哎，妈，你去哪儿啊？